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异趣园。今天和大家分享泰迦奥特曼的扭蛋玩具故事。这里有两个奥特曼的糖果机，泰迦奥特曼来弄些糖果吃。原来是泡泡糖，一颗黄色，一颗绿色。甜甜的，真好吃。哎，不好了，有怪兽！这是最凶兽赫尔贝洛斯，他朝泰迦奥特曼发出了红色的破坏光线。哈哈，他变成了高大的气球人偶。赫尔贝洛斯，看招！听到有好吃的泡泡糖，泰塔斯奥特曼也过来尝试一下。看他一身的肌肉，是一个力量型的奥特曼。他扭出来了两颗红色的泡泡糖，正好肚子也饿了，赶紧把它吃了。泰塔斯也听到了怪兽的声音。哦，这只绿色的是毒液怪兽塞古梅格尔。Oh no， 泰塔斯中毒了。这个时候，泰塔斯也变成了气球人偶。一挥手就把怪兽打倒了。看来吃了泡泡糖的奥特曼都可以变成气球人偶呢。哇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奥特曼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他是风马奥特曼，速度型的。他扭到了一颗橙色，一颗绿色的。这一次又是什么怪兽呢？走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天啊，这只怪兽长得太可怕了，头上的眼珠那么大。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让风马奥特曼的脑海里充满着可怕的画面。哈哈，不怕，他也变成了大号的气球人偶。哈哈哈，怪兽吓得逃走了。这三位奥特曼，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欢迎给我留言哦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系列的扭蛋还有哪一些呢？一起来拆开看一下。哦，是欧布圣剑，太酷了吧！好大一把，和真的模型一模一样。风之魔王兽来了，欧布圣剑一下就把怪兽击倒了。再看一下绿色的装的是什么呢？是奥特曼吗？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！是泰迦奥特曼的大头像，挺帅的。哎，看后面，手还可以伸进去，应该可以飘在水上玩。还有蓝色的扭蛋，看一看是奥特曼还是道具呢？你们看出来了吗？这是泰迦火花，泰迦奥特曼变身用的道具，还可以和戒指、手环联动发动必杀技。用这把泰迦奥特曼的钥匙就可以变身成泰迦奥特曼了。再看一下红色的扭蛋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前面大家看到的风马奥特曼。那后面的还有泰塔斯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，你们喜欢这次的扭蛋玩具吗？
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扭蛋的玩具故事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赞并订阅哦。